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家贤昨天呢就公布了轻快铁意外调查结果，但是交通部前部长陆兆福对此调查报告感到失望，认为交通部没有解答关键问题，事故报告不完整。陆兆福今天下午在脸书贴文，针对交通部调查在5月24号列车相撞事故的报告发表意见。他说，人民想要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呢导致事故发生？但是交通部长却只坦言，机动型司机和车务控制中心忽略了某些关键标准操作程序导致意外发生，但并没有说明是哪一些关键标准操作程序被忽略。为何当时机动型司机和工作人员双双都忽略呢？也没有说明有关工作人员在面对不同列车运行下是否有足够的标准操作程序培训。陆兆福希望政府可以公开完整调查报告，尤其是事发前司机和控制室的对话细节，让公众评估这项调查的专业和彻底程度，挽回伤者家属和民众对轻快铁的信心。